始了哈，细菌就会做一个太极拳里头一个呼的动作，叫做二起手。二起手就是这个动作，然后双手举起，好，看，单手，好，双手，好，来，二起手怎么用来？就是说，人家手粘着我，他粘哪里我就从哪里哈，他粘我这边我就来，好，他一碰我一推我，看没有？二起手，看他随便用劲，二起手，哎，看我一翻，你去哈，他两个手像刚才那个推他，他把我轰了，对不对？二起手 ，OK， 这二起手哈，二起手。做得很柔，要做得很柔，也可以做很快。来，扑我，啊，送去。二起手也可以开门，你看他打我，你看开门，对不对？踢。那二起手也可以把他别刺，帮他 ，OK， 啊，很多种做法啊，我只是做一个示范而已。二起手很好用，你看推我，我用太极拳的覆盖对吞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属于吞的一种哈，你看进来吞进来，还回去，对，你看。吞进来，还回去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就是覆盖对吞的吞的一种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把覆盖对吞几个动作再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什么叫做覆盖对吞？那覆盖对吞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，它是连语音。好，那很少有单独的呼、单独的盖或单独的吞，因为它都就是说，他打一拳来，我用双裂掌，这个就是吞，吞完了以后走呼。打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他挥个摆拳进来，这个是做云手，云手完了以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盖，把他力量截断，盖以后换呼，有没有？再一次哈，盖呼，好，用右手举我，盖呼，手举，好，所以呼盖对吞，好，比如说你出个直拳，我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阴翻卷落，在我们太极叫阴翻卷落，也叫做二起手的一种啊，也叫做上翻手卷落哈。再来一次，来，吞打，啊，你出快一点，我吞完了打，怎么样？你说吞打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覆盖对吞，我先吞，把你的力量吞化完，然后化完的同时，我蓄劲需要，啪打回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啊，也可以。直接盖好，就是说随便摆拳关，直接用白毛量字把它盖住，盖住完了回击，对不对？我盖住了以后，我也可以变呼去摔它打它，是不是都可以？那白毛量字可以这样做，也可以这样做。好，再一次，我这样做的时候，白毛量字我这样做的时候，盖完对不对？就瞬间呼了，懂吗？呼完以后就可以摔它，懂吗 ？OK。好，所以看哦，来，你先出直拳，这个是魔掌，这也是呼，呼中要有什么？呼中有盖，再一次，呼中有盖，呼中有吞，这是叫呼中有吞，再一次，呼中有吞，呼中有吞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吞中有呼，对不对？这是盖中有呼，对不对？盖完有呼，这是吞中换呼，有没有？所以太极拳的覆盖对称是四个联合起来运用的，千变万化，懂吗？好，那在我们太极拳里面也有一个叫做惊炸劲，惊炸劲就是，譬如说一只蜻蜓停在花上面，或一只蝴蝶，啊，你过去要捉蝴蝶的时候，捉的一刹那，蜻蜓会啪突然跳开，对不对？通常我们捉不到蜻蜓，对不对？它跳的速度很快，那个就是属于惊炸劲，它翅膀啪突然就挥动了。那它挥动这它，你看蜻蜓的翅膀都会这样预备的，是不是？它本来舒展打开的，可是它感觉有敌人要攻击它了，有敌意了，所以它就先合。然后呢，敌人一抓它，就砰就飞出去了，是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在很紧急的状况下，我也没有做呼了，没有做盖了，是吧？我顺便直接对啊，来，就说你直接摆拳用力打。好，他不敢打我，用力的原因是他怕手痛。这时候换大哥来，大哥比较有勇气打右一点。好，看没有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
然后我的手都没有动，我直接把我的筋撑开，换这手，然后我直接把筋抗撑开，让他的手就会很受不了哈、哦。这都是属于敷盖对称的盖，我直接碰盖，对的，对对，直接对哈、哦，直接对碰，把他力量给怎么样，给震回去，扛回去，碰。可这里头要做翻筋转骨哈，碰，然后保持端型，然后用我的这边的肌肉比较多，再一次看，用肌肉比较多的地方，用我的肌肉比较多的地方，啊、哦，那如果他攻击我前面怎么办？有没有？看瞬间的盖打击，碰到他的那一刹那才怎么样？砰发劲，把筋炸开，懂吗？那个时候他才会很痛，受不了。所以他来轻一点哈，我轻一点，瞬间的砰，砰完就打啊。OK， 大哥，谢谢你。好，来，所以我刚才这个只是拿几个动作来跟各位讲太极拳的覆盖对分啊、哦。那当然覆盖对分总形式，譬如说他要攻击，我也让你看这个是对扎拳，你出拳过来，我扎拳，出直拳，我扎拳，这也是对，我直接就把它 对下去，好、哦，对下去完以后呢，这个手直接就可以攻击他，好、哦、或者攻击他，或者打他，都可以哈、哦，形式非常的多啊，不行，对完了也可以开门踢，都有，千变万化。膝击、肘击，啊，顶心肘，啊，然后呢，带着肘击，甚至狠一点的，啊，你出一个拳，打完了，用什么上反肘击，啪一下去，他就哎，完了，他就挂掉了，啊，一打完之后，啪，上反肘击，啪，这都是狠狠的啊，啊，这些都是太极拳的用法，这叫做覆盖对吞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人说太极拳很柔啊什么，那是给人家一般印象。我们在打套路很柔，可太极拳真的在用的时候，可一点都不温柔哦。啊，你出拳来，啊，我接住了，对不对？开门就砰，打了，懂了 ？OK， 好，好，这样今天把覆盖对称稍微跟各位讲一下，好，谢谢，好。